那这台相机是有机械快门的，但是它只有电。这台相机的快门呢，它是有机械快门，但是它只有一半的机械快门，它只有电子前帘快门。那后面那一帘呢？电子前。那这台相机是有机械快门的，但是它只有一半的机械快门，因为它只有电子前帘快门，所以前帘呢，它没有加进去，所以少了前帘啦。这台相机是有，这台相机是有机械快门的，但是它只有一半的机械快门，它把前帘拿走了，所以我们只有电子前帘快门跟全电子的快门。但是它这一台相机也不是全域快门，所以你如果用全电子快门的话，你可能会有一些果冻现象出现，这需要注意一下。这台相机是有机械快门的，但是它只有一半的机械快门，因为他把它前帘拿走了，所以才有这个轻巧机身的。那前帘拿走之后，我们就只有电子前帘快门跟全电子快门。这台相机的感光元件也不是全域快门，所以你如果在用电子快门的话，你这样子左右晃动、拍运动啊之类的，你就会出现一些像是果冻现象的状况出现，需要注意一下。